修，昨天我们介绍本经的经题，这个经题很长，一共有20个字，我们分成7个段落来说明。昨天讲到第4段，修真了义。那么依照佛在经里面所说的，这个修的了义，依照古大德的讲法，解6界，越3空。那么这个说法，正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，对于修禅的人来讲呢，非常有效。理论呢，虽然不错，实际上用功啊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6根，每一个根呢有6劫，666/36个劫。虽然根界有这么多，实际上呢，只要从1根下手，换一句话说，1根戒除啊，6根就圆通了。但是这1根的6劫就相当不容易啊。那么我将这个6劫的名称给诸位说一说。6劫，第一个是动，第二个是静，第三个是根，第四个是觉，第五个是空，第六个是灭。越往后面越难，
咱们不要说这六个了，就是第一个你能不能把它断掉啊？能不能把它解开？动，简单的说，起心动念呐。所以禅宗啊，是从禅定下手。得到了定呢，这第一个动啊，这一个结解除了。啊，它在定中，定呢是静的这个境界。那么解第二个结呢，就不容易了。假如第二个结解不开，住在这个境里面，他的果报就在四禅天，出不了三界，必须六个界都解开了，才能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所以这个说说的简单呢，做起来确实困难。过去天台宗谭虚老法师曾经说过，谭老法师是民国初年，可以说近代天台宗的一位祖师，大陆共产党解放之后，他老人家住在香港，在香港住了几十年，也在香港啊圆寂的。老人家高寿，90多岁呀、才往生的。他曾经讲过，他一生当中所见到的、所听说的修禅的人得定的，他见过听说过修禅得定像这个入定呢，7天、半个月、一个月，才出定，这个定功啊，相当之深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啊，他说他一生当中啊，不但没有见过，听也没有听说过。得定的人果报在四禅天，看他定功的前身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更深的就到五色界的四空天就往生了，但是出不了三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那么他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真正往生，临终不生病，欲知实知的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他说他一生当中啊，亲眼看见的就20多个人，听说的那就多了那这个数字他就没有计算了，亲眼看见的20多个这个欲知实知临终没有病苦，站着坐着走的，那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这种人往生的可以说是我们见到之后一丝毫的